今天尽了全力。 而且这是奥运会之前的最后一场国际比赛，我很尽全力的去打。这是我第三次参加，即将参加伦敦的奥运会。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自我，我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，我会尽全力的去发挥。大家看到了，我比去年可能要 身体上面和精神上面会恢复得更好一些，所以我觉得这最后两个月的时间，我还会从技术上和身体上更加细致的去锻炼去准备。非常感谢这一年多来大家对我的恢复训练的支持和帮助，那么我也会为了所有人而战，谢谢。